用到反手拍，只要双方实力是差不多的，他一成都没关系。谁先用反手拍，80%后续的球就是输掉，那球是输掉。用到反手拍，身后反手那球一定输掉，全世界级的都一样。你可以很顺的话，除非是差点很多球，高中生打六四的那种，哦那种的。 用到身后反手，还有棋子回真的，其他差不多的，用到身后反手大概多两三拍也是死。啊，反手杀。